台湾精英古林的沙飞又进了进度蜿蜒速度十之增，云林县卫生局提议软实力十批的六支合同安排从国外运通也到大丰的库藏，希望也到十之增的分杂太诺不会按件就推发，每位本也到分杂的不抗议有休息的机会。老人家唱几度高诗歌，训练跳起温暖心灵。除了唱歌，用支合同的安排点搞游戏，跟老人家同下脑筋，训练技能界就一力。真好啊，有伴啊，系啊，系啊，老人做伴，大家来这开讲，系啊，安尼较袂气候讲伊啦。我今年八十岁，以前无咧参加上课的时，伫厝徛铁马啦。啊，来遮上课了吼，感觉有动作，有唱歌，感觉可以足轻松的啦。让老人家玩桌游，他可以就是让老人家头脑运用比较灵活，可以动脑，然后可以预防失智症。许多同时记录人家天秀，但慢农铺个推法，有人家卫生局立下土建内设十四个实际接触服务点，安排人偶、军统、人体训练的课程。透过非洲卫生界福建发通来稳定病情，平常都有做一些脑力促进的活动，让他能够动动脑，然后能够在平常的活动里面，就是养成一个动脑的习惯，让他的反应或者是肢体方面都能比较灵活。云林县卫生局讲，云林县老年人口有十二万人客家，实际净卡片差不多万万人。透过日常性的服务点，不论大家生活空间、环境一如尊严。每日碰墙，接触人家家庭合并，客家生活与生活与人沟通。